善用的重要。好，各位。
长音哦。好，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长音，稍微讲一下，好，这个就要到一个段落了。好，来，好，所以它是卡，它是阿段，它加上阿母音，我嘎嘎闪，然后呢，内我内闪，好，哥哥呢？对对对对，好吧，我们就说运胸。来，各位一起念逆闪，逆闪，你看逆对不对？然后加上一的母音。好，第二个哥哥运胸，我逆闪，逆闪。嗯，你看日语就是这么简单，好，这么简单。好，但是有一种就是它是按照哪一段或哪一段的母音的。好，家姐现在举例哦。
你看哦，欧洲，都是哦，都是欧冠音，但是要加长，我们用的是不能。好，在念的时候开口音，欧跟手拉长就好。欧洲，欧洲可以，可以吗？好，听有没有？有有。这个汉字就念的都不都不，对，欧洲可以。好，广播电台什么的，好，欧洲。テレビ局、テレビ放送局、啊、電視廣播電台、廣播台、啊、電視這個放送局、這樣就會囉，可以嗎？稍微看懂嗎？稍微看懂就行嗎？那跟著我念就是好嗎？來，好，廣播放送。后院有鸡，有鸡，有鸭。
渐渐的，他跟日本人变得高兴啊，所以大家在这里都要记得。这里好像少了一个猫，对不起，这里要三个猫哦。对不起哦，各位同学，等，对不对？你们呢？再补一下，是猫猫猫，因为这个猫就是野。你要再跟亲娘讲。好，野是什么什么？猫猫猫，是猫猫猫，猫猫猫。画好了，我们就练习。好，我们就来讲，然后越讲速度越快，越讲速度越快。在一边哦，来，你问你们。
哎，不要客气。好，那我先念哦，各位，你如果可以跟着上这四拍，你就试看看。某某某，什么某某某某的母亲，哎。你不要摸摸摸摸摸摸摸，是你一定要照着这个高低音。好，摸摸摸是摸摸摸摸摸摸摸几个？很棒啊！再来，你问你们听吧，你来听问你们听吧，你们都应该听听。你来听问你们听吧，你们都应该听听。好，听说好了，我念好，然后回去再练习哦。摸摸摸，是摸摸摸，摸摸摸。你问你们应该，你该应该你们应该，你们都应该。那再快的话呢？你问你们应该，我该应该你们应该，你们都应该。对呀。好，还有一种哦，他在就是告诉你呢，还有什么呢？再简单的，有吧？对啊，我们也让起。你会发现是这样，太官不明。
安尼看，林圣公一声就回答，林圣公他怎么回答的？林圣公哦取消了，这个病情真的会加重，他的语气跟音调会这样哈，很不舒服。好，实际越起来呢，林圣公大德，林圣公大德，就这样。他没有叫师兄，他好像是这样叫吧？对，我看他都会叫什么大德，那女生啊也是被叫大德的哈。对，他语气啊，当然就没有我们的哈。我们说不礼貌。那我下一个来看他哈，有点像你们跳着看哈。他然后我眼睛看他，那突然他就说：“嗨，其实我是在叫别人哈。”所以你们不要心虚哦哈。来，第三，你要不牺牲？第三，你是谁？真的是有天分啊！你是喜欢的呀，因为那个音哦，就跟我们的音很相近。哎，那我们念到 B， 他就知道我们的语音。他如果是学生的话，我跟他说，你就听那个孔的嗓都不一样，孔就是男生，嗓就是女生，好不一样，对。但是他还是会听得太懂。好来，你又不牺牲。你我看到吗？香山，香不西山，下山，香不西山。请问是谁？我们能看到，是一位女性的这个名字。还好，日本的男性女性都是闪。如果在台湾这个，我们就谢文思先生。这样就真的不礼貌了。嗯，都是找我们不礼貌。好来，第三，第二个问三。他要什么？母语加母语。看，这个有天分的都坐一起。我第一次就听懂了。来，有啥？有那啥？有啥？有那啥？有啥？是谁？因为这报在 A 区都是有特别的天分。哎，要上，有音要上，要上呼吸多久？那个最好听的，就上。请问你是谁？刘天泰。啊，举例的。该出来的没出来，要上，有音要上，有音要上。比如，因为我眼睛没看清楚，我看着应该对，那个呢，双人曲一用就，好，就三，有音就三，好，比如韵律的韵，好，音义再加上五，好，刚才第七种，第一波，等一下再读一下，好，有音就三，来，这边放下刀，好，哎，这一个看看。身上身体衣裳，身上身体衣裳，身上。讲好的阿婷，身体衣裳，瑞奇是哪位？身上。瑞奇，身体衣裳，叫我写，谁？谁呀？听哦，各位，父母的鼻音播音必须要跟前面的一起连着念，谁？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存在，他是有一个词根，所以你在接龙的时候，你在日语的那个好对你的智慧啊，在接龙就我跟你讲，你怎么接这个发出声音？这样，他的第一个开头音就是母的。
协调。就是小区域啊，那你如果要给他接，他是最后一个因果，就是目前外头不满足。啊，这在接下来我需要用他用第一个开口引进来的，全部就是有这个因啊，不满足，不幸福，不幸福就是小片啊。有没有看到？它是不依不惜佛，不佛不惜佛，好，大便小便，好，好，这是父母的开口，好，好，神之天上，真长，神之天上，真长，神之天上，你要不我就笑话。这一句都坐在一起啊、哦，对，好，雨涵哦，啊，正成功的正，配一长音，配三声，对，下三下听听长，下听听长，对下对，新的新的那个那个好下，看小，心看小，下三，好下听听长，好心灵来。身上身体平常身体平常身体平常快点就你七八遍真会教你好对要把自己的名字呢变成日语教听懂才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原生家庭是很重要的对，终于原生家庭了，很棒啊，真是很棒。好，我再看丁三，丁三鼓掌，丁三，丁三鼓掌。我，丁三，你为什么不回答？哎，这里个鼓对，鼓三，鼓一鼓三。哎，好，石头林。我想要站着，我想睡觉。高山，高山，大家。
通常会非常就像就会非常我一通常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次の方こう加入你是什么去看好汉山汉太阳山汉汉山汉太阳山金面山嗨很棒哦。好，再来这位是谁？八八七五零五。嗨，请慢慢过。嗨，哎，就是很棒，还有荣幸。他四个字吗？哎，黄露一真。黄露一真。嗨，黄露一真。黄露一真啊，黄露一真。真是哪一个真？珍珠的珍。是不是？嗨，高山，高龙哥哥哥，金山。嗨，高龙哥哥哥，金山。嗨，珍珠就念作新珠。新珠。有啊，刚才我有唱那首《新珠》啊，新珠信啊。什么？刚刚哪一位？答案。金山。那个秀春。秀春对啊。还有。刘秀山。刘秀山。哎，这边吗？哎，这边看山山山是黑山。哎，这边看寿山寿外山。山山山。小姐，请示。没有，是你是叫你小姐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欧桑。好，那各位各位，你再听一下，你听得懂，因为它叫做音读经。日本人在四川多少训读音，他们都这样讲。我们日本人在那边讲啊，经音上气过过过，气给他气过去，这些都不听得懂。因为它是音或者是声，那如果是去读音呢？但是当你们讲有字，一字字，我们就讲，我们是让他讲，像这个讲，好吧？听一个、两个、三个是这样的，好，都是他们讲，小张讲那字，那字那个，他们都是一句，好，一句你上去，讲的多，多少的打法，大家打鼓，就因为是音读音的关系，还有现在在呢，我们在喊各位的大名都是用音读音在喊，所以有的人他会听懂。好，像那个刚才有名 UAA 上，好，他特别是稍微听懂，因为 U 就是有我的，好，这个姓。所以你在跟别人跟日本人讲讲你的名字，你就直接讲，好，但是在 U 的是用的有是的，如果后面不会讲。他就很高兴，日本人写的你懂多少你就讲多少哦。好，他讲什么都摸摸什么就给掉了。日本台湾人去日本，他计程车，其实他没有学过日语，但是呢，他只能讲他上了计程车，马斯一米贵一米贵，马斯就是一米几，他那个那几步，然后上来的司机就一直开一直往前开，然后到那右转的时候，咪咪。好，他、啊、后来
的包计程车，包计程车司机也跟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喝酒，都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好，对，老师所以对，好，真诚的等待是最重要。我经常讲，你说我说我自己的荣誉，当然包括你的课或者学校的经营，你呢会把它好。会想让你的孩子来就读这一所学校的话，别人的孩子也会想用这样的心态啊去对待学生，或者去做教学，或者经营学校，我是这样觉得。好，那如果说各位呢将来有机会还要再进修的话，欢迎好不好？好，到那个慈济大学有一个系叫做东方语文学系，它里面有两个系，好，一个是中文系跟日语系的系。欢迎你可以在念研究所，那这边你就会看到，真的是啊，很真诚的啊，很真心的在对待，在这个做教学。好，那这样各位你的服务的工作，在你的职场都不需要用太多心机，很真心的啊，去负责的去做你的工作，就像你周围的或者老板，他一定会感受啊，好，一定会被你感动。真的是这样。好，那日本人来的时间有限，做不定几天，或者是呢过一夜他们就要离开了，所以给他留给他的印象跟氛围是很重要的。如果还会再回流，他还会再介绍其他的客人一起来。好，对，大概是这样吧。好，那先休息一下5分钟可以吗？可以，然后我们再继续，谢谢。带他搭电梯啊，或者引导他到房间去。好，
谢。啊，看我给你小费。好，有时候他就他说当面要给你，你说不定还可以说，有没有心胸的，有没有心理胸的？他们说多走多走，再没有这样。好，对对对，好，还可以吗？可以吗？好，那如果说老板，我们在台湾的老板都允许座位呢，好，最起码你还要有一个心理胸的，好，跟他，然后他就多走多走啊，你说，哎，你看不出来吗？这样。谢谢哦，好，好，再来，希望您住得愉快，哦，也是啊，放松，哦，愉快，多走多有福利，多走多有福利，记住把它记起来，开始背的大概有四五句，其实这样就够了，就已经够用了，好，好，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刚刚的几句，然后我们点下来做练习哦，啊。再来做练习。最近你们现在声音一定要大声，要好，不要客气。好，我们来就是把它练习好，现学现卖，好，现卖回去我就可以用了。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うですね。はい。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はい。私が入ってきます。お家賃は。私、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いかどう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はい。我是又来订机好几次的。啊，你说こんにちは。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お帰りなさい。对不对？お帰りなさい。他习惯来你这里消费。啊，お帰りなさい。对，我开心的噻。好，欢迎进来，我开心的噻。哎，再来一点新的吧。你们那个？奥尼莫。奥尼莫，不懂。哎。来了吗？奥尼莫是吧？奥尼莫是一个字。いくつ？二つあります。荷物は二つです。これ。じゃあ。これだけ。これだけ。はい。这个时候好像。我应该是吗？你没事情要拜托我用，像这样吗？これだけですか？これだけ？はい。これで全部です。只有这样吗？只有这样吗？はい。これだけ。はい。これで全部です。是的，这个是全部了。再来，好，我们就去先印。哎，工作去印，哇哦。很顺，非常的顺。嗨，どうも。お願いします。好，好，どうぞ、チェックイン、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チェックイン、お願いします。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就要去房间了。我说，どうぞ、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对。对，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好，我想应该是可以。好，那感觉是舒服的。好，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苦労様でした。好，那各位，好，你们把这个呢，好留着，今天就可以用，马上就可以用的。好，第一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荷物持ちます。お荷物持ちます。お荷物どうぞ。はい、再来。これから、あ、これだけ。これだけ。どこに入る？後面に入っていた。これだけですか？これだけですか？あ、再確認、这是个确认的动作。あ、これだけですか？これだけ。はい、これで全部で、全部で所有的、好、全部的行李。好、那如果要请他那个到柜台做check in、どうぞこちらへチェックイン、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こちらへ、请到这边、请到这边来、チェックイン、お願いします。请他做、チェックイン的动作。好、チェックイン、お願いします。结束以后，他当然要去我的房间了。他不用你带路，那就说他多走多一步，对。他听说你要带他去房间，所以还是要带去多走多进来。
练可以吗？好，那各位呢，你可以看第二章的第倒数第二个句子，倒数第二个句子里面一个开头，亚麻沙有没有？亚麻就是马岛，要去马角马岛林。对，好，对，你要进去人家的房间，你要砰砰砰，他帮你打开门的。我叫马西吗？我叫马西吗？我叫马西吗？要进去，对，好，好。那因为呢，等一下，他是因为好，我们有一些房间呢，有一些问题啊等等，需要你进去做协助。好，所以呢，你就说好，我来看看。那你要进房间的时候，他刚帮你稍微把门打开了，我说啦，你叫马西吗？我来打扰了哦，好，打扰。好，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进去房间也好，进去办公室也好，进去董事长，我叫你的这个。哎，主管的啊，办公室也好，其实我们要进去前，我们会先说。电话，没关系，哎，你讲。是的，是吗？对，好，讲完以后，谈完话要出来过去式了，是吗？是的。过去式也是一样，是的。好，是吗？是吗？是的，是过去式。好，是的，是吗？要打扰了，打扰了，是的，是吗？是的。对，我们就这样，好。还有，通常在讲电话里，好，讲完电话哦，要挂以前呢，我们会说是的，是吗？对的，他说一个啊，谁用啦？可以讲谁用？因为通常谁用啦，很多都是对到下葬的。哈像同学之间呢，好，同学之间，你们今天下了课，像老师要离开教室了，我给你谁用啦？太可怜，他会说呢，这样，那大家下。好，或者我下给你，先离开喽，就这样，那大家下，这样，这样，再见。啊，还有一种就是，那边拜拜。他还有一种拜拜，大家加油妈妈，我的妈妈，欢迎妈妈。好，就这样。就里面啊，过去叫的时候啊，真的呢，去日本，好啊，要离开日本，要回台湾来，加油的，就这样而已。还有被下葬的。长久的要离别啊，哈、哦，大概就这个两种情况。对，我们也没跟指导教授说下了课在这些上功课啊，没有嘞，对啊嘞，对，这些我们上课要离开了，怎么办呀？啊，对了，哎，那个长途的长距离的啊，是用的嘛？刚讲的两种当中的一种，好、哦，对，你莫搞奇怪哦。对，另外真的是。好，他又不是说你开下礼拜下个月又来一次，有可能是他半年一趟或者一年一趟，啊，所以又会有很长时间的，啊，这个跟对，这样，啊，是，好，对，那我就写给大家，好，现在在看。觉得招呼语啊有两套，有一套呢是这个东西，叫方阵。对，好，还有一套哈，哎，像我还用过在妈是很不会的，同名起来啊，好，反正大家我会用过在妈，谁叫我还用过在妈？对，公班班，然后要睡觉前的晚安，我要心安，好，一定要加什么塞才是完整的。我要心慢塞，再来一个，对，他早上不是要出去啊，好，白天要出去了，好，
音都要下一组，进去吧。下一个是你的下一组，你叫他下一组啊，他要出门去啊，哎，跟你要出去玩，反正就是要离开他住宿的地方，要出去玩、出去办事、做什么的。给他下一组，他会告诉你。对，行きます。我要去喽，然后你要告诉他。请去吧，再让下一个。他回来的时候，他会说：“小大姨妈。”这时候你要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你们。这一套要怎么形容？这一套一定要形容，这一套比那个大家听到那是还重要。好，给这一套哦，对啊，你先送他出门，你的地方，然后下来，再来下来，然后回来说拜拜吗？欢迎出差，小姐啊。因为礼多人不怪，日本人呢，在眼睛张开后的一天就是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人。Right?
起来，这个就很厉害了。我说话是上半天起来。好，演员说啊，那就接彩，就红毯，就是那个就接唱。好，我去说话上半天起来。好，那你们说，我说话是上半天起来。其实他知道我很会讲，他讲这两个很简单，很简单哈。对耶，也都比较厉害啦。欢迎各位，然后他就讲，我去说话上半天，你去说话上半天。那你就讲，我说话是上班，立马答对啊！反正就是让自己可以，好，可以，好，这个表达出来，刚刚啊，刚刚拿意，一定要拿意，好。进来以后，我去说什么？那你就说，我说话是上班，可以再往前。我们一起练功，好，各位。好，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哦，来。来，我们一起练，谢谢。我要配动的。来，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好，第一句有话有加什么词？来，解释一下。いただきます。没有，它就是一种，好，有气，好，有气，好，有气于声。这个跟语言学有关，这个就不用讲。你的耳话不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还有不在吗？还有不在吗？好了，我唱出来喽。好，有气无声，哎，这个是一种叫做专用语，叫做母音无声化。好，当然我们不管它那么多。好，阿弟大哥不在吗？但是你看那个那个叫做空中英语教室，还是什么华师的教学，这打字的你用阿弟吗？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个是不会的。好，他没有把母音无声化。好，他贯彻好。好，他你怎么样做？他你摸，他有一点够。好，我们当然需要，就是由上代的。好，好来，好来，各位盖楼，请大家一起念。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どうぞ。はい、どうぞ。ごちそうさま。我是说什么？我是说什么？我说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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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是说什么？我是说什么？我说完是什么？我说完是什么？哎，棒！好，那好，你练辛苦，来，他要出去了，行ってきます。行ってきます。行ってらっしゃ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回来了。ただいま。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おかえりなさい。阿丽娜也要放一个空间的过来。对。这个又省略了。おかえり。おかえり。对对对，好，请回来吧。おかえり。好，演员说ただいま，我回来了。阿丽娜刚才那个过没哈？那赛或是请，好，我该你，啊，能够讲最好，来，我该你那赛，我该你那赛，一起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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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吗？来吗？我该你那赛，我该你那赛，这两套被你喜欢了，好，你可以去日本一个月没有问题，他担心的。我们因为都要买东西才会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起码还会好问价钱，我们要问价钱，好啊，简单的数字也要问一下，不要都听不懂，走。好，那、啊、还有我们讲到房间号码，好，房间号码，也可以讲到房间号码，各位。三号，三号，好。他想请问五零一号房怎么讲？五零一号房。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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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讲房间号码，比较会用 money， 对，对。
职业上，我们都很职业这一块，没有，因为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就是那个
以帮我们念一遍，然后放在群组吗？我会稍微修改一下，好不好？好，把它修改的都很简单一点的。好，那各位请回去哈。如果时间允许，请你了吗？我建议请大家练练习五十音，好，练习写的话不要死记。然后呢，手指头就是笔，手指头就可以练习了。没有就一定要拿这个笔的书生。好，笔画一定要会，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学术的，它是想起来的。好，我这个没有分年龄哦，学语言呢是不分年龄的，好，是很健康的，它让我们不容易老化，而且呢也不会痴呆症。好，我们多一种语言。好，那下礼拜我们也会把英文带进来。好，同时有日语跟英文呢，同时会在下礼拜我会再带到。而且要更简单，更简单的，好。那下礼拜我会再把那个英文的歌词，好，我们也在我们的课堂上来跟各位分享。好，我想你不会打瞌睡，好，因为不太容易睡着。他们吃瓜，他们学的更多，把那个氛围，让他呢，好，让我们会有那种感觉。好，那我看一下哦，有没有什么问题？给我呢，各位，不用看得懂，不用，我们要借助这个讲义里面的内容。好，我们今天只是先把一些相关的概念，相关的概念在今天的课堂上呢提出来。一般大家不知道，听，对，大家听吗？Yeah.
后来爸爸说该给了，
下来先回来，那个我就去相亲，好，去相亲，对，相亲呢，啊，也没谈过什么恋爱吧，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使个眼色，好，因为我另一半说，王小姐，你今天晚上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吃饭？哇，老公，我还要赶回学校来哈，我妈妈你看，好，还要有体感。要求他小弟、大弟、顽皮，他那个，对呀、啊，他我们要求他不然啊，现在台湾又在啊，又在法国是学院，对，对，大概是这样。我是很单纯的生活吧，对，这样想的，还很认真的做，没有啊。我一直觉得很好听，因为像我今天遇到的各位都很棒，好，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暖。其实我要再次感谢新展的工作，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还有啊，让我有机会遇到、认识到各位友好。最近刚刚有去花莲市，啊，在路上有看到我的哎，那个老公姐，啊，那个老公姐，对，因为我呢在车上开车。他结果他瞪我一下，对，可能他没有看到车子里面是我，我就想说我要跟他要打个招呼，他结果瞪我一下，我去了。啊，各位，你们如果在马路上有遇到，一定要哦，一定要给我按喇叭哦，啊，对，啊，真的吗？没有，还有各位，我觉得呢，我是这样觉得哈。在日本，你会发现呢，红绿灯十字路口的地方，你会几乎看不到啦。遇到酒醉的才有可能吧。他一定是让行人先优先行走。好，车子在50公尺外哦，他就已经踩刹车了。他点，我的指导教授载我，因为我要去再办手续嘛，在日本，好。那个学生的那个好，那个那时候是学生的那个签证，一定要再办，要再延期等等。我跟司法教授就是有保证人，他带我去，然后好，然后呀，张家岭公交开始就在踩刹车了，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给我看。他就是不能急，很多都是因为呢双方都很急，所以出了车祸，而且都是很严重。所以宁可提早，好，提早做，提早出发，好吗？那我们呢做出来的那种效果一定会很好，好，非常的好。还有我来花莲比较不习惯的有一点，习惯人家呢让我如果让父母呢，我就会方方，这两个声音就是谢谢哈，方方。但是他们不回礼，花莲人在台中没有一点他方方，谢谢他也给你方方。对呀、啊，在花莲好像都没有，所以不知道，最不习惯的。然后我让路给他，先让他先过，我觉得他也都没跟我谢谢，他就开过去了。真的，我不习惯这个，跟台中很不一样啊。对，还有这边的 tempo 很慢，开车前面没有车，前面的车前面呢都没有车，也慢慢开，慢慢开。所以一定要习惯这个步调，好，它就是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一个县市，好，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善良，花莲真的是很棒，好，对，所以各位看起来都很健康，好，身心都健康，好，所以在我们说快速行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好吗？好，先要好好的活下来。健康的活下来，才在考虑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薪资的多少。如果你都身体出问题了，好，不健康的，其他都别谈，好吗？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好，包括我跟医学系的学生演讲，好，你一定要先健康的活下来。才去考虑你能不能考过医师证照，好，要去做行医或者帮助人，好，所以。
要记得，好吗？好，下礼拜马上会走进的哟。好，有一些学一些跟我们的客人要怎么告诉他，好，外出多注意安全等等。好，再加上来，我们这些还要再加进来。好，那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供给我，让我再带回去啊，来做一些想的地方。我们的